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叶品伦。我们现在还是要非常的戒慎虔诚，因为天灾人祸依然是在全世界是在频传。首先我们看看在越南就有这么一个这个蝴蝶台风，那蝴蝶台风呢，它在30号登陆越南以后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有5万多间的房屋因此而倒塌，也有数十万公顷的农作物遭到摧毁。那现在呢，虽然已经是降为热带气旋，但是可能还是持续会有暴雨的一个情形。那其实这个蝴蝶台风在登陆越南之前，其实在海南岛附近呢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一个灾情，也有100多户的房屋完全的倒塌，那也有500多人现在也是无家可归。那甚至呢也有3艘从广东出发的渔船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在海面上遇到大浪而沉没，到目前还有70多人是在大海上面下落不明，所以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担忧。那除了这样一个天灾，除了这样一个大风大雨的一个不调和，其实在人祸方面也是让我们相当的忧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菲律宾，从9月9号开始一直到9月28号，长达20天的一个枪火的一个枪战的一个交战呢，其实所造成的一个灾情一个状况也是相当的严重。那虽然在28号这一天，菲律宾政府呢已经正式的宣布这一场的危机已经是解除，但是所留下来的还是满目疮痍，不管是被烧毁的这3、4个村庄，那我们所看到的到处都是这个弹孔等等呢，其实到现在也还有15多万人是无家可归。在收容中心当中就有慈济人，其实从一开始当这样的一个枪战还在进行的时候，那慈济人就开始在动员然后募集这些物资。那既然尽管是待在室内为了安全，那透过军队把这样的物资送进去，那到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他们可以亲自到收容中心去进行发放，这股爱的力量还是不断的在持续。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段影片是在三宝岩的这个过程。持续3个星期，三宝岩的街头枪声终于停止。菲律宾政府军攻克遭反抗军占领的村庄，升起菲律宾国旗，正式宣告武装冲突解除，将展开遭占领区域的清理工作。To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no unexploded bomb or there are no rebels still in the area, and they're also in the process of picking up dead bodies to prevent any spread of infection.慈济眼科中心和复健暨义肢中心也在军方的保护下，仅有建筑物的外观留有弹孔，窗户玻璃被打破，医疗器材没有太多的损坏。There are damage, but nothing that cannot be fixed in two weeks time. So as soon as government will give us the clearance to go back inside.目前收容中心还有10万多人无法返回家园，慈济志工持续送进物资还有必要的营养品，尤其从眼科中心抢救出来的环保餐具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有慈善团体特地送来轮椅，投入志工行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亲朋好友，有更多是民众主动来加入。5000份的物资3小时内就打包完成。 Everybody worked hard to obtain this cooperation and thisWe have that shared by two or three cultures in the city. And all of this has been disappeared because everybody starts becoming suspicious of one another again. Opportunity to rebuild into something better. So we're just focusing on that. We're taking it one day at a time.珍惜在战乱中依旧在的善心善行，杨伟顺也把这份爱带到马尼拉，抛砖引玉。Banks are closed, stores are closed, they're shooting the street. But because most of the store owners are Chuchi members, they would open their stores by themselves just to get the goods out for us to be able to relieve.
未来重建家园的路长，有慈济相伴，就有爱相随。我们看到慈济人在整个动员的过程中，除了发放热食、发放这个营养品给这些孩童们，还有提供医疗的服务以外，其实当慈济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所挂念的就是这个眼科中心，还有大爱的义肢中心。这两个中心呢，是位于三宝岩的公立医院里面。那因为虽然说是这个公立医院，但是因为经费不足，设备非常的简陋，所以当时慈济人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了这样一个大爱的眼科中心，为了照顾这些白内障或者是眼疾的人民，他们没有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眼科手术，所以在这个里面所设置都是最高科技、最顶尖的这些器材跟设备，因为他们相信生命是平等、是无价。而我们也看到这个义肢中心当初的设立，也是因为三宝岩这个地区常年来这样一个炮火的一个对立，所以很多人因此而截肢。那这样的一个义肢中心也让这些人可以重新站起来，而且甚至站起来以后，因为没有办法马上找到工作，所以让他们学习装义肢的这个技能以后，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所幸这一波这个人祸结束以后呢，发现到说，哇，好在只有这个墙壁上外观有一些弹孔，还有里面这个有一些毁损，但是呢预计两个礼拜内就能够重新再来服务大众。那这些器材设备也都是安全，所以上人在开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三宝岩的慈济人讲说，我们这个时候不要急着要把东西抢救出来，因为其实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还是保固那份的元气，因为未来的重建之路还是非常非常的漫长，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我们会凝聚大家的爱心，共同来帮助三宝岩重新再站起来。我们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慈济人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呢，还是继续的供应食物，照顾了这一群呢受灾难人。慈济人最担心呢，大医院里面的眼科中心也是很担心呢，这个义肢的制造的工厂，所以啊，天天吃啊，要负责供应餐食以外呢，也担心这两个地方。不过呢，信息回来了，当地社会呢动乱已经平息了啦，那么回到了医院去看呢，好在呀，医疗的仪器呢都没有太大的损坏哈，那这都是呢大家安下心来，还可以呢继续服务哦。现在呢开始要展开了，如何真正的在这被烧毁掉啊2万多个家庭，15万人啊现在还无家可归的这一群人，开始在进入了，要做很通盘了解哈、啊，这都是菲律宾呐、啊，现在此刻的慈济人呐、啊，所要面对的有这么多的无家可归人，我们要如何能更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中更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这是感恩这一群菩萨的平平安安，感恩他们呢在动乱中啊能持续的发挥爱的能量。的确，这份爱的能量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慈济人都是这样子的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在菲律宾，其实在新加坡，大家听到新加坡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度，但其实在这么一个福利很好的国家，其实也是有许多黑暗的角落。所以慈济人在新加坡这20年来，其实所帮助的照顾户也已经高达了16000多户，也有18000多人，其中甚至还有105岁的陈奶奶，
那他虽然已经年纪很大认不出人，但是手上所捧的竹筒他知道是慈济人给的，他也知道要每天日行一善，要为自己为众生来造福来植福。而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也是在新加坡这个叫做三老家庭，那三个兄妹呢加起来的年纪超过230岁，慈济人这样的关怀陪伴发现到说，哇，他们的房屋因为很老了，那失修需要赶快来做一个这个清扫，所以呢慈济人在去年也来也帮他们做一个大翻修，那让这三个老人家呢可以继续安心的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在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都是慈济人他们这样子的手牵手心连心用爱铺路这样子的走过来，那所以呢上人在志工早会开示当中也是相当的赞叹，包括在大陆，在这个南京我现在在大陆呢，因为也进入了秋天，那这个冬令发放也即将展开，所以现在在大陆各个地方慈济人也深入到这个村落里面去进行挨家挨户的访视，这个勘察，那了解乡亲们的需求，我们才能够更贴切的去发放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在福建的这个南靖，那南靖呢其实是在山区里面，那这个我们到登门去探访的时候呢，哇，这些老人家看到我们很高兴，把我们抱得紧紧的，那也跟我们提起说5年多前我们所发给他的物资他还是重新拿出来给我们看，你看这个毛毯还是那样子的保暖，而且呢甚至有的老奶奶她虽然很需要，但是她说她想要把这个保留到她要往生的那一刻才要拿出来使用，所以其实还有相信她是把当时发给她的物资的塑胶袋都保留得非常的珍惜，就像是传家宝一样，那份的感恩之情可以说是展露无遗。我们来看接下来这段影带。听到慈济志工熟悉的声音，久居山里的乡亲笑脸相迎。即便是躺在床上，四肢无法动弹，阿妈也要用唯一能动的嘴巴说出对志工的祝福。我的感到真的真的很好。好，住在山区里的长辈平常都是独居，这天见到志工到访关心，说什么也舍不得让他们离开。越是生活困难越是懂得珍惜，有的乡亲留着当年领物资的塑胶袋，而简历义的这床被子一盖也超过了5年。还很好嘞，还很好啊！我们那家里哈，像那个弄的还湿湿的哈。哦，这个不会哈，是不会。对，这个都知道那个姜丝奶最好的。最好了，对，还不会一片一片的。就迄捆砖纸，把它呢一支一支捡起来哈，啊来做这毛毯啦。这毛毯内底啊呢是有咱全球的组织之间爱心在这内底，嘿，啊有对你很好。先去捡，所以讲你教了这尼啊，会感觉这尼啊小，这啊温暖啦，哈。生活朴实的乡亲对慈济的关怀念念不忘，像刘阿嬷还能细数5年前领到的爱心物资呢。将近10天的访视，志工翻山越岭，一共走访了571户贫困家庭。除了送来关怀，更希望提早让乡亲感受犹如冬天阳光般的温暖。新加坡20年来呢，我们所照顾的有18200多户哈，这样的，看来新加坡是高楼大厦，看来都是呢，外观呢，经济都很好。其实呢，在这么繁荣而是高楼林立的地方，竟然呢是有这么多的穷困的人，需要人长期累月的关怀呀、看到了也有呢，三兄妹哈、他们的安贫乐道很知足，因为常常跟慈济人在一起，他们呢也会跟慈济人说哈、那
生活可以就好，能过的时候都说这个月不用，而且呢他们呢也都会捐小钱来帮助别人，这种贫中之富啦，也是呢这一群菩萨常年累月呢陪伴照顾呢，也会启发他们的爱心。又有看到了走在大陆福建里呢，听到的都是闽南语哦，那跟看到志工跟他们在互动的老人家闽南语啊，好听得好亲切感啊，那看到了慈济人啊抱着都不放哦，这都是呢真是亲慢的爱哦。还有在台湾的桃园哦，也是一样，台湾呢是每一个时刻每一天啊，慈济人大街裸巷呢都是呢到处啊去哦。那也看到了桃园呢的有一个家庭呢，家庭真的没有办法清理的慈济人啊，这样洗洗刷刷的哈，这样的情景呢是很多哈，这都是天天在台湾啊，每一天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说不尽的感人温馨的故事。社会需要这样啊，普天之下更少不了这样的爱啊。那你的付出可以呢让多少人的日子好过啊，不只是日子好过，心呢也可以打开心门，这样的心灵财富呢也会很舒服哈，这都是呢，因为人间有菩萨，菩萨所愿缘苦众生，一切都是因缘呐。的确，就像上人所说，人间有菩萨，那每一位菩萨呢，因为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升华、充实了以后，那自觉还能够觉他，还能够把自己心中的这个心灵财富再去跟天下的苦难众生来分享、来付出。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在台湾也有这么一群的这个皈依，也就是见习的志工菩萨，他们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华北、华东、华南、华西，那他们这样子的回来来寻根，那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这份精进，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而且也让上人想起，哇，真的是这个当时的那个因缘，如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多的菩提种子，等待着把这样一个爱的能量带回到大陆这个神州呢，再去做推广，再去做传承。那当时的因缘就是在1991年，那一场的华东大水灾，那一场的水灾让慈济人能够踏上这个大陆这块土地，也让两岸的这个情能够紧紧的牵在一起。那回顾当时那样的一个场面，当时的灾难之大，但是两岸的关系却是那样的紧张，所以这样的一个赈灾的过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不只是第一时间的一个赈灾发放，那在同一时间也赶快启动帮他们盖房屋。那当时上人非常坚持所要盖的不是临时屋，而是永久屋，至少能够住上三代，一定要是很坚固的房屋。所以呢就在三个省、四个县，那就在很快的时间之内，赶在这个农历过年之前、寒冬来临之前，能够把这些房屋把它新建起来。所以，光是在安徽省的慈济村就有14个处就有14个村，那有945户，那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新建的过程，很快的就在不到60天的时间就全部的新建完毕。当时常常听到一个口号，那就是抢晴天、占雨天、挑灯夜战，大家请全力，共同有志一同，为的就是让这些水患的乡亲可以赶快住到这么一个崭新的这个大爱屋里面。所以呢，这一份情这样子的牵起来，这样子一路走过来20多年，如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种子已经是越来越这个发芽，越来越茁壮，越来越茂盛。我们也期待这个爱的能量能够持续在中国大陆不断的来推动。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的开始。
1991年的华东大水灾，哎呀，想到那个时候呢，一念间呐、一念间，把这样的缘呢，就这样牵起来，那就是因为那一波的大水灾呀、牵起了这今天呢，大家有这样的因缘呢，你我处在一起，这都是经过了20多年来呢，不断不断的累积的哈、所以啊，回顾过去呢，我们要动员从台湾开始，要动员起来呀、点点滴滴啊，一粒米中藏日夜啊，用爱心来挡严冬哦，那也为了这个3个省4个县的去造房屋，慈济村呐、在那个时候呢，立出的时候也看到了哈、他们呐、双胞胎双喜临门呐、也有不少人呢娶妻子，问他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他说啊，因为有房子了才会有妻子哈、所以啊，要嫁给他的人呢、也是不少哈、总而言之哦，给他们这样的亮丽的房屋啊，回想过来呢，也已经是20多年了。这两个孩子呢，现在应该都是大学毕业了啦。时间过得真快哦，那个时候的双手抱两个，那可以想象，经过了这样的岁月呢，应该这两个孩子都是都成长为少年了啦。我们要把握时间，累积了一切哈、那这都是一切的因缘化哈、成就啦。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好因缘呐。的确，我们要把握好姻缘，就像当时在这个大爱村援建完成以后，就在乡亲们他们欢喜要立储的那个当下，慈济人交给他们两份文件，一个是土地的使用权状，一个是房屋的所有权状。他们看到以后觉得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当时尤其是针对这些受灾的乡亲。但是慈济人很坚持用那份的感恩、尊重、爱，这样子的用爱用一份最虔诚的心来跟领导们沟通。所以当时在选择要援建的地点的时候，领导们因为也很肯定信任慈济人，所以也任由我们来挑选。当时上人就说，我们所选的土地不能够离市区太远，因为他们要务农，要做工，要工作，所以一定要就近，所以这样的安身安心安生活。所以一粒米中藏日月，用爱挡严冬，一切都是在当初的那一念心开始。所以一切我们都是要在分秒中累积，一定要把握时间，实施这一念心的发心力愿非常的重要。感恩大家的收看，深度报道，我们明天见。